将近一半的人来参加，所以今天能够上台来参加决赛，哦，都很厉害。好，我们用以色列的鼓励，给这几位小朋友掌声鼓励一下，一起来。好，那有比赛就有输赢啊。那我们先颁发优胜啊，我们优胜的有四个啊，我们优胜的啊，练到了就请先上台啊。这个也很厉害啊，就差一点点。好，来，优胜啊，前八名的我就不按照名次，我就按照顺序就好啊。进入优胜的四个，优胜的第一个，二校李义轩。前四强啊，优胜第三组的是闪电队一中许佑胜、罗正刚。好，优胜第四个是二校陈以真。好，请教主任给我们颁奖啊！优胜啊，一个礼券100块，奖状一张。啊，李正。并列并列啊，李正、金玲、李斌，这是一个人啊。在信我二人组，这是两个人，一个拿红包，一个奖状一人一张。再来是闪电队，这两个啊，奖状一人一张。是二校陈以真，好，以真，敬礼，李斌，来向周天浩跟教务主任一起拍照。